顺利的跑下，他说还是，毕竟奈德利还是比较偏向滑溜，还是比较滑溜。刚刚林志明够漂亮，不过这边比闪，不错。我觉得这边还是要小心点。虽然说他没有大局，也没有魔力，不过我觉得小安这边千万别小安啊。对，这场我觉得已经是稳拿了，就稳下去。我再稳一点，但是也不要稳到跟闪电狼一样。对，就是要稳，但是不能太稳。 是对，那个要拿那个力度要拿捏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们要稳，但是也不要就是过于不急。要稳，现在来了一个 poke 阵，我杰西也是可以拿的，也是的，不行，现在还没看出来有没有很厉害。对，不过这边李欣来了，往后看一下，李武这边把我们的样血量消耗了非常低，不敢出来。这边李欣也被打退，不是要一打二吗？一打二了，往后等七七一打二，哎，哎呦，漂亮！ 哇，要躲在里面再出来闪现，不过我们的Westor也来到前面，最后是由我们的 Westor 这边拿到了我们的一个人头。哇，Steve这边利用了小兵数量的优势，在小兵群中穿来穿去，七进七出，用小兵挡掉李信的输出。好，就完全的，就刚刚那一个非常漂亮，这边再重新上来再打你一套。哦，不过这边。 哎呀，这一颗没射到，不过这边是因为他知道盲等在上面，所以他这边想要硬消血。哎呦，要不要推进去？哇，这边这边也是友情友谊一个帮砍。接下来会很没错，他们这边下路一定得转线。那在转线的过程中，变成说他们的上路，哎呦，哇，这边顶到我这一个。 机会来的摆尾，直接把我们的盲腾弄回来。过去回一镖之后，被我们石化女士定住，直接被击杀掉。方程这边应该是有机会跑掉，不过这边非常可惜，他这个变身回人形态回升的那一镖砍。完全没看到，不过感觉他应该也知道看到。哦，李行这边也来到了上路，上面应该是要打起来了。我们的利普在那边看到，又是直接对着样一轮猛打，但是直接被踢到塔下。哎呀！ 刚才其实很可惜，这个好像卡了一个普攻。他拿到经济并不会让他少挨一点，对，他还是要吃到招，不会让他化解掉 AHU 的这套战术的核心，所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好，这边上塔没有问题，直接推掉 Monkey 来到上面，那交了闪现之后往后拉，拉得掉吗？不可以。这边除非可以再中一镖，哇，直接死啊！这个电子，对，结果这边一个电子直接打死，不过直接跳出来没有。 踢死的情况底下，这一波在这边回身这一波直接收掉，直接收掉，这边拿了两颗头，在后面别贪了，不能贪，人越来越多了，赶快跑啊！我们这边一个加速快冲，等于中上塔都已经推掉了，没错，这一波超级赚，是拿掉上塔的同时又，哎呦，拿两个，我这边远处握到了，Minko直接一个 Q W 断在猛打，哎呦，哇，太赚了吧！这波逼闪逼治愈，还捡到一个头啊，发育也是不错的，这边已经把这个哎呦。 刚讲完，你不错，你就一个撞墙，对，尴尬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时间点上路，我们人数还是优势，对，如果他这边一轮猛攻，你这边选择往后拉掉，因为方程这边血量不太够，好极限啊！啊，这我看人都想尖叫，我的天啊，远远看到，好紧张啊，那个，对，稳，但是也不要就是过于不急，要稳，但是不能变挂网。 哇，直接一个闪现抓，直接闪现，直接一波带走。哎呀，你上一波不是很会闪现，不是很会治愈，不是什么都有。哎呀，怎么什么都没了，直接抓掉。是一个最稳的打法，就是稳拿，但是这边他们是 HQ， 他们想要还是想要把节奏拉快一点。对，优势还是要找架打，我们来出来，对，出来觉得哦，这一秒半点，这一分真的是半条，吓死人，真的是巨炮哎。有再刮一下。 哦，不过这一个没有抢，没办法。哦，哇，浪铲，直接两杆就是把人推走，没事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我这一个拼接进来，不过是打到我们的小叶身上，敢进来吗？杨这边直接选择了进场，但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局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闪现那个废哦。那既然废哦，你就付出代价，你就去死吧。我跟你讲，对方又不会来抢的。对啊，不过都是要回家嘛，所以其实你中了。哦，抓一个，nice。 想要直接哇，死在通道里面，哇，这一个奇幻女神，她直接在通道死在洞里，好尴尬，完全变一个洞穴奇案。哎。
哇，这个冰镜，哇，这个救援漂亮，直接一波反打，反打，米卡这边打到半血，但是我方的血量也不是非常多，往后拉掉，那我们这边传送直接来到了前面，那在后面，哇，哇这边没有救到西门，不过这边应该是可以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双方，哎呦，前面这边已经前面打爆了，前面是就是把米卡杀了。后续的追击啊，应该说当时其实 Mountain 这边是有血量优势的就选择。这边没看到，哇，飞进去都看到两个人。对，进来，应该是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哇，撞墙，米顶特啦！哇，撞墙哥，没有这个墙是一定过不去的，就是当时他杀掉他之后，他要往他的下面走，就是在那个透明墙那里才跳得过去，还有办法跳。所以这边没有，还是利弗在这边一被一个虚弱加上。又是一个雷霆风暴，这边有点太饿了。对，他这边是直接从侧面被巴特直接晕到。在这种情况，我们看到小安和小叶这边是仅存的两个人，把我们的上路冰塔磨掉。没关系，只是幌子而已，看一下。我们想说马尔扎他自爆都很快，但他一个人在开，好像一个人还有点太夸了。哦，他们直接顶到，抓到 Justa 这边 ，Justa 这边直接顶回来。哇，这个女殖民还没掉下来就已经死掉了，直接死掉，而且最尴尬，如果他这边的位置其实有点尴尬。这个位置其实是李靖最厉害的位置。对，又看到了，被看到了就很尴尬。他被那个有血量的刮，但是还是很小心哦。这边这个牛只要前压有没有？牛前压之后压力很极大。又是一个 Q 他们又回来，但是这一次是顺利逃掉。我们看到比斯在前面扛在前面，下面的 Joseph 这边也复活了。但是在这个时间点，我们凯文这边击杀了，这边一个阿凡，对，但是这边。两边是一个互换掉，没能 hold 住，非常可惜。哇，这个李信人虽然说他们是还蛮惨的，不过还是挺秀的。对，李信在这边，如果他这边把踢回来，其实还是非常的漂亮。上面这边的，哇，这边直接把那个门牙磨掉了，磨掉一个，磨掉你的一个。这边快没磨了，所以这边差不多这一波 AHU 要准，差不多该回补了。除非这边够狂，就是现在这个点直接上。是很狂啊，但这边吃到了。哇、哦，看起来他们好坏哦，他们知道这个米卡不太会闪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射他。都闪他，哦，两个同时交闪，西门在那边，他想要把他踢回来，两个同时交闪。腰力不错、哦，对，这一个腰力，这一个闪现，我们下面的兵也是个时间点，顺利的一个磨掉，漂亮的一个转招，我们下路三兵影悬吊。哎呀，这个平常常练习，腰力相当不错。而且这边还把李青的，这个李青我发现了一件事。怎么说？他一定要有闪现才会做 play， 他好像不太会用以前 insect 那个插眼。插眼。他大部分都是阿闪，哎，不是大部分，是全部都只有阿闪。在这场比赛里面，几乎都是看到。不止，从打第一局也是只有阿闪。也是只有阿闪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只要能够把他闪避掉，这个李青就有点残废的感觉。就已经残一半了。对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在这边看到现在这个李青暂时应该也是，他要讲没有闪现的情况过来。是命运下了下来，直接送到了八楼。该球在这边丢完，直接而且跟着我们的吕洛坦一起命丧黄泉呐、啊！利弗在这边真的是非常贪，威斯特这边非常的残忍。我们在右边逼出了闪现，利弗在左边被让这边，不过逼出了他的精准之后，来，直接打死。我觉得西门这边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因为毕竟马尔达他这个角色本来的机动性就不是很高，他就不带位移，那他已经他拖住了对方关键的打野位置是跟。住位置的时间，他把他们看着在上半部完全下不来，而且他的输出也是打得相当的不错。对，没错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他如果还能在死前骗到一个凯能大学，太赚了吧！太赚了，所以他这边就算他死掉，其实没有认为所有的他的身价，最后一个，哇，哎呀，让他捡到条命啊！